网红宅女小红分享两个小朋友对着电视边跑边跳，一下要趴着地垫滑水，又要瞬间躺下，几秒内换了超过三个姿势。宅女小红表示，长子一头汗喝掉一大罐水，发文更幽默说，楼下邻居抱歉了，我也是为了大局，请把这份爱传出去，分享让孩子放电过程。有爸妈网友认为吵到邻居，就有人好奇询问什么游戏可以耗小孩体力。这款能让小孩运动的互动式游戏，第一阶段开始原地跑，不断的躲过海洋生物才能升级，第二集还加上边跑边游，但第三集更累，不只要跑跳游，海洋生物速度变快，也能训练小朋友的反应能力，成功困难度颇高，甚至要躲过鲨鱼学游泳姿势。都还没完，第四集包含了前三项之外，还要闪过四方生物，十分消耗体力，要升到第四集时间就超过十分钟。许多爸妈也留言给宅女小红，表示这个游戏相当赞，消耗小朋友电力方式还有这项运动。还有最方便的方式就是爸妈带着小孩直接跑楼梯。才跑两层楼而已，额头不仅冒出汗，身体也非常喘。不过也提醒大家，在家跑楼梯还是要戴着口罩才能保护自己。跑楼梯属于有氧运动，能瞬间提升心肺能力，又不需要离开家门太远。居家抗疫时期，除了耗小孩体力，爸妈也能动动身体。虽然多少会造成邻居困扰，但共体时间也需要大家互相体谅。TVBS 新闻，何家阳、李玉涵台北报道。请大家订阅、按赞、分享 TVBS News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也请用手机下载 TVBS 新闻 APP，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。